今仔日他们老师也讲过的，是伊不够我，伊确实不够我。一礼拜七日的头一日，透早，天还阁真暗，我带了的玛利亚，伊来到耶稣的墓遐，伊看见坟墓口的这个石头已经被刷开，伊就赶紧走去找西门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另外，迄个门徒真可能就是使徒约翰。玛利亚对伊讲：“有人将主困伏墓中刷走，阮毋知影伊即嘛是去倒落。”彼得甲使徒约翰就走去耶稣的坟墓。约翰走了较紧，伊先走到坟墓口。伊压落伊个头，向坟墓内底看，有看见一条一条的幼地步，甲铁路卡，总是约翰伊无入去坟墓内。刷到西门彼得，伊也走到坟墓口。咱拢知影，伊是一个个性真正哩冲动的人，所以伊一个手就稳开开迄个坟墓口。行入去坟墓内底，伊有看见一条一条的幼地步伫涂骹，甲包着耶稣尸体的布也伫涂骹，总是耶稣尸体已经无去啊。坟墓是空的。煞尾约翰伊也行入去坟墓内，福音书的作者伊安尼写。伊真看去就信了，总是作者伊阁加一句，伊讲因还阁是袂当了解，伫圣经所咧讲，耶稣的确要问死人用国话这个事，这敢毋是真趣味？耶稣的门徒伊袂当了解着上帝要予因的提示，毋知影耶稣死体的消息。你甲我，咱今仔日来到圣殿来庆祝过完节，咱拢有确信耶稣基督已经证明死亡。总是当时的门徒因无这种确信，所以伫第一个过完节的早起时，门徒因是伫咧伤心，因伫咧回顾，伫咧回想，咧反省中间的经过。因有回想到早前，因一直跟对耶稣，因知影耶稣是一个真特别、独一无二的人。因也有相信，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总是伫迄时刻，伫迄一刻，因袂当确信。耶稣的门徒因知耶稣伊根本毋是一个。将军还是讲一个军事的领袖，卡斯乃是一个将军，伊要带兵去打罗马帝国的时，伊敢会参像耶稣安尼讲出来讲，你着去爱你的敌人，还是伊敢会对伊敢会对伊的对手讲，等我过我以后，我要来照顾你这种话。所以门徒所咧想的这比赛啊。耶稣是哪一种的弥赛亚呢？在 Eureka Springs, Arkansas， 在那是一个 Ozarks 高原的山顶，那个所在在美国，可以说是最多人会去参加的这个室外活动，在室外的外面的欢喜的所在，叫做 Outdoor Theater and Drama。在那个所在，每一年有五家，在五家到十家拢有在做戏剧、做戏吼。啊，有一个剧叫做《Great Passion Play》，这个就是咧做讲耶稣基督受难伊个至情至性的这个对立的感情这个戏剧。有一个牧师叫做 Marvin，
牛人，伊常常爱讲一个真趣味的故事。伊将真正哩痛风，啊，真正哩趣味，真正哩幽默地讲这个故事给人听。这个故事伫遐咧流传。伊讲有一个演员，演员，伊是咧扮耶稣基督这个角色，伊扮演耶稣基督这个角色。所以当伊爬到十字架，爬上各各塔的山头，要爬去行迄个，因为迄个高原，迄个是山坡吼，伊要行去山顶的时阵，有一个观光客，佮行过来伊的身躯边，开始佮刁难，佮踢笑，佮戏弄，佮侮辱。最后，这个演员伊已经无法度忍受，所以伊将是伫个甲站伫后头，行我去迄个观光客，拳头体甲着甲崩落去，着甲拍啊倒倒落后头。戏搬煞了后，即、這个导演来讲，我知影迄个观光客实在是足讨厌，但是你个所在我也是袂当原谅的。你所扮演的角色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将来会向人报复。所以你以后袂使我安尼做，所以这个演员就答应讲好，以后袂我安尼做。总是第二天咧表演的时阵，迄、那个闹场，迄、那个人搁走来，啊，搁较厉害，搁较开始，搁甲刁难，甲踢笑，甲戏弄，甲侮辱，比前搁较厉害。这个演员到后尾，伊搁无法度通忍受，伊也上快将十字架搁等咧涂骹。搁爬起来，搁去走去迄个观光客，搁拳头，搁甲搏，搁甲拍，倒倒落去。啊，即阵批判了，就应该讲好，完了。但是，我即马就要甲你洗头路啊，因为你若是咧扮演耶稣基督的角色，你就会当表现出一种暴力。佫较免讲，你可能因为安尼会让人去管。即、這个演员甲导演拜托讲，拜托，求你佫予我一摆机会，我真正需要这份工作。是，若是即款情形有佫发生的时阵，我知影要安怎去对付。所以导演就答应讲，佫予一摆机会。第二日，当伊佫看到十字架。我行去路里的时候，当然这个讨厌、这个在闹场、这个人过来啊。这摆这个演员，伊真正吞忍，真正足认真在控制伊家己的情绪。伊拳头舞定咧，嘴筋夹夹跳跳跳，夹夹红，无爱甲伊顶落。总是这个人对伊搁直直侮辱，搁直直甲伊踢笑。上煞尾，伊真正无办法，伊就对这讨厌这个观光客伊安那来讲，伊讲等我过完以后，我才来找你算账。当然，咱袂伫新约圣经内底找到这种故事，因为新约内底无这种报复性报复性质的写法，因为耶稣基督。伊绝对无这种报复的性格。这个故事听起来是真正哩笑亏啦吼。总是迄个演员的报复这个行为，实在嘛是咱真实世界内底咱人共同的心理感受。总是咱是基督徒，咱就爱有存着有相信基督过活这个愿望。伊会给咱的生命会改变。在咱的信仰内面，咱虽然有用心咧行伫圣经的教示，总是咱有时爱面对着现实的阻碍。伤害就是咱常常拢袂记哩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经历，所以咱家己一直活伫咱较早的生活方式。所以咱爱会记哩耶稣基督复活，
咱就爱生活伫耶稣基督国王的光的中间，咱才会当改变咱依照的生活方式改变咱生命。伫哥罗西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又讲耶稣基督国王，伊会当互咱得到改变。就好亲像咱穿新衫，正做新人同一款。顶礼拜礼拜日，我甲我的家族有去考拉多去庆祝我小妹的结婚典礼。伫结婚式内底，新郎甲新娘拢爱穿着真特别的衫，新人衫甲新娘衫，这就是咧代表因性命的改变。同一款，使徒保罗伊要爱咱穿新衫，嘛是代表阮今仔日开始，咱要爱去做，予咱的性命有改变。今仔日是过偌济？耶稣基督过偌？你敢会当改变？你敢会当表现出你欢喜的心？当世间人咧观看你，或者观察你生活的方式的时阵，你的性命是不是改变？什么款的比赛啊，你会袂颠覆吼世间人？耶稣基督过我2000年后的今仔日在地，上台先就是对纽西兰，迄个所在教堂。就开始共振，所以掌声响起，就响出耶稣基督国我欢喜的宣告。然后这个大欢喜的声，伫亚洲、伫非洲，有几百万人、几千人、几千万人伫信徒中间，率先来发出。过来这个大好的信息，也伫欧洲的大教堂宣扬出来。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在这里，在北美洲，在南美洲，我们也相反，充满欢喜、欢乐的声音。耶稣基督国我的欢喜已经传遍全世界。伊是我的，伊是我的，伊是我的。人会知影伊是我的，因为伊看到咱所行的行为。人会知影伊是我的。因为伊有听到咱所讲的话，人会知影伊是我的。因为当有人需要咱的帮助的时阵，咱会帮助伊。今仔日，咱的祈祷，咱的宣扬，咱互相来相听，这就会当予人看到，会当予人听到，会当予人感觉到，耶稣基督有够活。